重获，哎，扫提价。行，我913没看，这个用户搜索一下吧。9666吧，啊，小僵尸，我操，好多小僵尸，好多烂分，我操。这波是丧尸围城，他妈死里面啊！啊，这波是生化危机，带空格的。这波是生化危机6，被摸两次了，不敢了，怂了。冲欧一八，无情言的，其实可以带个敲字，这个、带个敲字，打完小僵尸你就不怕九六。我两次，我被摸了两次了，我再摸一次我也没了。上！6048好脆呀、啊！6048能不脆？老蹲逼了，蹲死好几个，不扛弹，一梭子可以把他打残。啊！老大没了，我不敢放了。啊！我没了。好兄弟，太爽了！我获得2150几面，不负几倍啊！挂机回来代表了1000，41分，少打了一个小僵尸。那科学家到底跑没跑呀？我在这下面找他半天。啊！直接4000经验，不要用那个科技红点，那个科技红点是不准的。啊？可还行。是吧，我们就是人质。嗯。以后没人来救我们。可怜。弱小可怜但能吃。你得救我。下面好像有 LCP 耶，下面有个保安跳，当时有个保安跳下去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被打死了。我觉得下面太危险了。放了吧，太危险了。下面那么多枪声。啊，讲真，科学家真的惨。又被那什么，又被地打，又被那什么，又被SCP 吃，又保安还不来干。待在这边没有人可以打到我们。哎，下面好像有尸体，掉下去了。关键是他直接跳到我爱情 SCP， 哇，他的攻击应该打不到我们吧？啊，应该打不到。
是为他点了技能点。谁把卡丢下去了？我的手电筒要没电了。这个模式所有人都在画画。这应该不是博士，这应该是艺术家。我要把手电，哎，有人下去了，有人下去了。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有保安，等保安来了再说。啊，这边没有人可以来吧？这边不是撞掉？没保安来，我们下去跟送死差不多。我丢手电筒下去看看。何必呢？我宁愿自杀都不给人，都不给他们送经验。所以说，可不可以走这个？这应该不会掉下去吧？也没红右手来救我们。可以，你要掉下去了！救命啊！把手给我！救命！再见。太多 SCP 了，不敢再开门了。要 ID 啊，操，可以的。等等我。走吧，走，你要去杀，你要去杀。走吧，走吧。跟着我就行了，跟着我。三八弟弟，开门！我送你，护送你出去吧。